迎收睇今集的大城小聚。大家看到我手上揸着这个奖牌呢，不是我的，因为呢这个奖牌呢我相信呢我就真的很漫长的路都未必可以拿到，因为这个呢是一个健美的奖牌来的。而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朋友呢，他参与的呢就是天然健美的一个项目，而这个呢就是属于一个世界天然健美协会所举办的比赛里面所得到的奖牌，而且还是冠军奖牌。我们今天这位朋友呢介绍一下先，他呢就是 Kenneth 啦。Kenneth 本身除了说是天然健美教练之外呢，本身亦都是一位的运动员。欢迎 Kenneth。Okay, 多谢。好啦，咁Kenneth 想问一下啦，我哋见到呢个叫做 WNBF 啦，咁我哋就译做系世界天然健美协会啦。咁佢哋举办嘅比赛或者呢个机构其实系点样嘅咧？呢个比赛嘅机构咧，系完全系我哋系唔用违禁药去舉行的，即是我們是用天然去訓練啦去做的。譬如比賽之前每一個運動員都要接受過測方的測試的，測他會測試你十年裏面十年，即過去十年是我們是不會用任何藥物去做訓練啦，還有比完賽之後我們就會有尿液測試的，即有兩個雙重去確保你是一個即是天然運動員，是沒有用違禁藥物的。譬如很簡單的類固醇類之類的藥物我們是不會用的。Okay, 但測方的話那個問題多不多，即是怎樣可以測到你有沒有講過大話，即以前有沒有服用過違禁藥物呢？測方他就會綁一些東西在身體這樣度你的血壓，這樣他問你大概十條問題，十條問題到啦，咁樣去睇下你有冇講大話咁樣嘅，係啦，咁佢全部佢嗰啲係警察嚟嘅，即係退役咗警察，跟住佢去測試你究竟你有冇講大話咧，咁樣原來真係唔係睇電影先見到喎，原來真實係真係有依啲測方嘅人員喺度嘅喎。咁所以每次比賽之前都會做呢啲嘢，每次比賽都要。OK 嚇，咁啊頭先揸住嗰個獎牌咧，就係好新鮮滾熱辣啦，即係今年五月嘅一個比賽啦。咁我知 Kenneth 咧得過好多冠軍獎牌嘅，咁一陣間咧就會同佢傾下咧，就係究竟點樣去健美，可以體態美之外咧，亦都可以咧令到身體健康嘅。咁但係我諗好多朋友都會想有興趣知道點解你會咁中意健美咧？雖然我知道你以前本身都係一位嘅職業運動員嚇，咁但係運動員本身同真係去做健美嘅一種嘅身體嗰個肌肉嘅建立咧，又好唔同嘅喎嚇。咁你嗰陣時點樣開始嘅咧？不如講下我嘅運動嘅背景先啦。咁樣，我喺1995年到2002年咧，就係香港體育學院嘅獎學金賽艇運動員。OK， 咁啊。2001年已經講了很久之前了，已經是參加過東亞運動會，拿了一個銀牌和銅牌的。2002年就退役了，就不玩賽艇了，就去了玩欖球，就是 Rugby，代表了香港的發展隊玩了2年啦。同一時間就去香港的不同的中學去推廣這個賽艇啦。2004年就開始成為一位私人健身教練啦，咁直至而家都係。咁我喺2015年就開始參加喺香港參加嘅健美比賽啦，咁樣咁啊分別攞咗有金銀銅都攞曬㗎啦，喺2015年。咁啊2016年就嚟到温哥華啦，咁樣今日試下個水温啦，就參加咗啲模特兒嘅比賽啦，都攞咗第一，跟住就開始2017年啦、2018年啦、2019年今年啦，都不斷咁樣去攞獎啦，咁樣咁啊，因為點解我咁中意玩健美？因為對於我嗰份工作、我份職業咧，其實你係好類似嘅，因為我第一我嘅職業就是改身形改造，去將一個身形譬如肥肥地嘅變做一個有腹肌有線條嘅身形。咁其實對於我嘅比賽其實好緊要嘅，因為我嘅經驗、我嘅知識可以幫到我每一位學員咧去進步嘅，同埋佢睇到我不斷咁樣進步啦，佢都會不斷咁進步嘅。大家互相激勵。係啦，冇錯，即係佢達到呢一點，原來佢仲可以再好啲，再好啲嘅。即係可能佢淨係話開始嘅時候我淨係唔想要個肚腩啫。係。唔係喎，原來去到某個點咧，原來仲可以再有腹肌再要線條多啲。原來佢可以不斷咁去進步。同埋咧，除咗線條之外身形改造之外咧，其實仲可以喺健身室嘅運動表現更加進步嘅，譬如佢深蹲啦，可以再做重啲，硬拉又可以再做重啲，譬如卧推舉又可以再做重啲。咁其實可以喺運動裏面去變化啦，同埋健美係一種藝術嚟嘅喎，即係佢唔係淨係好似牛咁樣舉啊舉啊舉，越舉越重啊，唔係嘅，原來佢仲有
有 off season 啦，有 peak 啦，有唔同嘅周期去改變，去做唔同嘅嘢嘅。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另外一門嘅學問嚟嘅。係啊，冇錯冇錯。咁但係嗱，譬如好似呢一類嘅健美比賽咧，我哋去睇有陣時電視都會睇得到呢一類比賽啦。去睇嘅時候咧，咁大家都會係啊 keep 得好 fit 啦，通常擺下啲 pose 咁樣啦。咁但係譬如我哋做觀眾嘅同評審嘅角度，當然會好唔同嘅。咁啲評判通常係根據乜嘢嚟到去決定究竟嗰個名次應該係點樣？評判咧，佢會睇翻你嗰個身形嘅對稱，譬如你上身同下身嘅比例，會唔會你淨係做上身唔做下身咧？咁樣咁佢會睇下你啊，睇下只腳。好多都評判咧係好特別嘅，佢由下面睇翻上頭嘅，即係譬如你睇咗你小腿先啦，係大腿啦、前後啦都要嘅。嗱，跟住到上身啦，前邊啦、胸肌、背肌。手臂嗰啲唔使講啦，咁佢都會睇曬嘅，咁樣睇均唔均勻，即係全面嘅，係啦，同埋線條啦，同埋肌肉嘅質量啦，佢都會睇埋嘅，同埋最緊要就係台上面嘅表現，係啊。你有冇笑容啦、啊？都計嘅喎、啊。哇！係啊，咁樣咯。咁即係好多嘢都準備，即係唔係話淨係話鍛鍊個身體咁簡單喎。唔係、啊，絕對唔係。係啊，喺台上嘅表現係好緊要，好似一位歌星啊、藝員啊，其實是一樣嘅啫。上到台上面，所有觀眾啊。裁判就睇住你點樣去演繹你啲肌肉出嚟啦。咁嗱，呢個就係講健美啦，係咪？咁但我知道其實阿 Kenneth 參加嘅比賽項目咧，唔單止淨係 bodybuilding 健美咁簡單，你又有一啲舉重嘅項目。冇錯，冇錯，舉重都有。係啦，咁呢一個又有另外一種嘅要求嚟噶咯。係啦，因為咧。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運動員出身，我自己是很喜歡玩運動，又很喜歡比賽。我覺得運動員是天生的，我覺得個人的嗰個意志力是很犀利的，同埋嗰個 discipline， 我哋講緊嗰個自制能力或者一個自我控制能力是好比其他人更加強的，所以我哋咧就會早睡早起啦，同埋去堅持我哋每日的訓練嘅。咁我就很喜歡舉重啦。即係中國嗰隻舉重有爪舉有挺舉嘅，咁我就都代表過加拿大OK 比賽嘅，咁我喺 BC 嗰度都攞個冠軍嘅，連續三年嘅冠軍啦，喺2016年啦，2017年係一個大師賽嚟嘅，係啊冇錯，Master 嘅，Master 嘅，即係40歲到啦，因為我自己都40歲噶啦，係啊咁樣，咁我都係代表緊啲爸爸級OK。40歲或以上嗰啲人去比賽，去爭嗰啲我哋叫做榮譽翻嚟啦。覺得佢幾好喎，其實呢個又可以一方面鞭策自己，又可以咧即係同人哋去分享，係嘛？冇錯啦。係啊，咁嗱，但係其實因為頭先阿 Kenneth 你有講到啦，咁你喺香港過嚟啦，咁喺香港嘅時候已經係做緊呢個健身方或者係健美方面嘅教練啦。咁有冇感覺到譬如話香港嘅朋友對呢一方面嘅睇法，同我哋加拿大人嘅睇法有冇啲咩唔同嘅咧？我覺得咧。健美啦，或者我哋叫做gym又好，身形改造好，其實全世界都一樣嘅嚟噶。OK， 大家都係想追求一個比較完美嘅 body 啦，或者大家好似而家咁夏天啦，大家好想喺沙灘啊，喺唔同嘅event 上面啦，去一個哇一個展現一個好靚嘅身形，或者自己對住塊鏡啊睇下自己，都唔錯啊，滿意啦咁樣。即係我諗好多人都想追求嘅，無論男女唔同嘅年紀，都嗰啲人咧都係好想追求一啲靚少少嘅身形嘅，就算瘦多10磅都好。係啦，咁樣啦。係啊，但係咧，即係好多時咧，去做一個嘅運動員啦，尤其是健美方面嘅運動員啦，除咗話係要去 keep fit 啊，或者去健身之外咧，其實個飲食都好緊要，因為頭先我哋都強調咧，呢個係一個 natural body building 嘛，即係一個天然嘅健美。咁同即係飲食方面，其實需要注意啲乜嘢咧？飲食就非常之緊要嘅，即係我哋成日講都講嘅，你淨係 training， 我唔理你一日或者一個禮拜、一星期連續7日。但如果你飲食係唔去控制嘅話咧，你都唔會有 result， 唔會有改造咗嘅身形效果出現嘅喎，唔會嘅，一定要喺 diet 上面、飲食上面一定要落得好重嘅集中力。OK， 譬如我哋嘅飲食咧就係以蛋白質為主啦，即係肉類多啲啦，肉類多少少啦，跟住先到碳水化合物啦，同埋脂肪嘅咁樣啦，咁所有嘢都要去控制得好好。譬如第一開始我哋會講緊我哋嘅卡路里嘅攝取量啦，
OK， 譬如我是一個80公斤的運動員，我會看回我自己，究竟吃多少卡路里才夠呢，我的訓練量呢，怎樣可以消耗多少，是的，怎樣可以有 fat loss 的效果呢，然後就去看回那三者，那三者就是包括剛才我所說的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這樣啦。但是譬如說糖分方面又怎樣呢？其實糖分其實我們擺入去碳水化合物那裡的糖分，那我將額外的糖分減到最低的譬如那些可樂、糖、薯片、即零食那些減到最低，是 OK， 最低是可能是一個禮拜可能吃一次啦、兩次啦，咁但係都食係好少份量嘅啫。OK， 完全係課心理嘅啫。OK， 即係變咗你唔死，哇忍啦、啊、忍啦、啊，忍得好辛苦咁樣咯。嗰種自律性要好強先得喎。自律性係非常之重要。因為睇到有陣時真係好吸引㗎尤其是女士，即係譬如對於甜品嚟講，係好難抗拒嘅一件事嚟噶嘛。咁啊，睇下你個目標係點乜啦，睇目標係點乜。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你達到你個目標，譬如我個目標第一日 ，OK。我要減20磅，我同自己講咗，我要減20磅。咁我減咗5磅，我咪可以可能獎勵下自己，獎勵下自己咯。再減多10磅，又獎勵下咯。就唔好每個禮拜都獎勵自己咯，因為你未到個目標嘛。咁你到咗20磅，你咪maintain住佢，跟住你就嗰個diet就比較彈性多啲啦。OK， 就唔係即係一個diet就唔係永遠都係嗰個diet，係會。你可以有高低，有啲變化，比較自由性、彈性到啲，但係 depends on 你個身形係點乜，或者你的目標係點乜。係咁，所以我諗我嗰個目標要好清晰，同埋要知道自己嘅計劃要點樣進行，即係我諗要安排好曬啦。咁然之後咧達標之後咧可以少少獎勵啦，咁啊跟住又繼續向前咁樣。我覺得呢方面都好重要嘅。因為既然咧同阿 Kenneth 咧傾得咁開心嘅話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會好有興趣想知道，譬如話要點樣健身嗱，飲食方面我哋知道要注意啦。咁一陣間咧Kenneth 咧我都會想請佢咧同大家做一啲簡單嘅示範，睇下咧喺尤其是夏天嘅季節裏邊咧，大家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嘅身形係更加 fit 嘅。好。好啦，繼續第二部分嘅大城小聚，我哋今日嘅嘉賓朋友咧，對於健美方面咧，相當之有研究嘅，而且佢自己本身咧，亦都係一位天然健美嘅教練，咁佢咧就係 Kenneth 啦。喂 ，Kenneth， 頭先我哋傾得好開心啦，已經講到咧，就點樣可以 keep fit 啦。咁我哋就了解咗你 keep fit 嘅背後，除咗話一啲嘅運動量之外咧，仲需要喺飲食方面要好注意啦，好克制啦。咁但係可能觀眾朋友咧都會想知道，好啦，我知道飲食要注意啦，食多啲乜嘢或者食少啲乜嘢，咁但係有冇啲咩簡單？單嘅一啲運動嘅方式可以保持到個身體嘅體態比較靚嘅咧。好啊，咁啊，不如我分享一下啦。咁、我咧就個訓練咧嗰個 niche 嗰個重點咧就係節奏訓練。原來訓練咧係需要節奏嘅。譬如我哋簡單一個軍二頭肌嘅訓練，即係 biceps 訓練 biceps、我哋咧會係咁樣嘅，上一秒落就四秒，四三二一。基本上我哋每一下裏邊咧，我都要去將個肌肉完全地收縮，跟住完全地伸展。咁即係話你落嗰一下嘅時候，其實呢度係 hold 住嘅，係嘛？冇錯啦，完全係咁樣去做嘅。OK， 無論做膊頭都係嘅，上嚟 hold 住，然後數三二一落。OK， 譬如我做十下嘅話咧，如果我嗰個肌肉嗰個時間，我哋叫做 time under tension 嘅，譬如係。四秒落，一秒上就五秒為之一下啦。咁要做十下嘅話，就50秒嘅 time under tension。咁咧，咁變咗我訓練肌肉咧，就會比一秒上兩秒落係咪耐好多咧？越長時間咧，對於肌肉嘅收縮或者對於肌肉嘅刺激係非常之重要嘅。冇錯，係啊，因為同埋你一路係維持住嗰個肌肉係一個
緊嘅狀態，係啦，係啦。咁所以即係變咗，我哋成日都話啲肌肉咧，佢哋都有記憶嘅，冇錯，係咪啊？即係變咗佢會知道即係呢一個係佢哋需要做嘅嘢啦。係啦，係啦，係啊。佢想訓練多啲個 bicep 或者 bicep 再靚啲嘅話咧，你就要收縮個肌肉多啲嘅，膊頭又係。背又是都是这样去训练的。是不是男士女士都是这样做法的？没错。是的。但是需不需要有个重量？重量一定要，重量一定要的。所以我们叫做阻力训练，即譬如我们有个 dumbbell 在这里，我们拿着 dumbbell， OK， 跟着上一下，跟着落， OK， dumbbell， dumbbell 几重才啱呢？是的。是的。做 dumbbell 的话呢，譬如我就简单，我就用回均意头肌来做一个例子，做完之后你基本上你可以做多一下咁多啫，以一個靚嘅姿勢去做咧，咁依下咧就係啱嘅重量咧。如果你做完十下之後，你仲可以做多五下咧，真係太輕咯。係啊，或者如果我做十下係我嘅目標嘅話，如果我淨係做到六下嘅話，咁可能依個重量就會太重啦。哦，咁即係其實要試喎。要試㗎，因為個個人嗰個力量都唔同㗎，所以我哋第一次訓練有個訓練計劃啦。其實依個我責任嚟嘅，寫訓練計劃。係 OK， 依據你嘅目標啦，去寫一個編制一個訓練計劃。然後喺譬如你第一個禮拜開始咧，就係試啲 weight。第二個禮拜就係可以加重少少啦，因為你身體開始知道習慣咗啦，乜嘢 weight 啊嘛。跟住第三、第四個禮拜咧，你就可以challenge 下自己，挑戰下自己肌肉，究竟可以去到咩程度？係啦，咁樣咯。係咁，但係如果聽阿 Kenneth 咁講咧，我見到即係嗰個保持嗰個位置同埋嗰個姿勢好重要啦。好重要。係啦，咁但係有陣時，譬如話啊，如果真係拎到個燈錶，或者我自己唔習慣拎咁重嘅啞鈴嘅時候咧，可能咧會用上半身借力啊，係啦，即係會搖咗個身啊，咁樣其實咁樣唔好啊。係啊，咁點樣好咧？係咯，即刻放低個 weight， 揀一個輕啲嘅，繼續做埋佢，用一個靚嘅姿勢，因為姿勢係非常之緊要嘅。姿勢咧，同埋我頭先講嘅節奏咧，係行先嘅，重量係第三者 ，OK， 其次嘅，唔好因為要快啲有效果，唔係咁樣嘅，咁樣係好容易受傷嘅。係咯，因為如果你用個上半身借力啊，或者揈上揈落嘅時候，好容易傷到自己啲筋。作為教練，我哋就唔建議咁樣做。咁即係其實如果要鍛鍊到一個靚嘅身體或者個身形嘅時候咧，都要花好多嘅毅力同埋時間。冇錯啦，係啦。咁但係譬如話男同女之間嗰個進度係咪都會有分別嘅咧？男同女嘅進度其實睇下你嘅訓練量啦、訓練嘅次數啦，同埋你嘅飲食計劃有冇依照計劃去進行。跟足曬啊！如果你係跟足八成嘅，咁你咪慢啲咯；跟九成嘅，你快啲咯；跟足曬嘅話，其實冇咩人跟足曬嘅。OK， 咁啊，大概九成到啦，咁樣咁你進度就會 keep 住去咯。係係，咁但係年紀會唔會都有分別嘅？嗱，我咧嗱，頭先所講啦，我而家都四十歲或以上啦，咁樣其實係難啲嘅，比起二十歲嘅運動員，我係難啲嘅。咁所以咧，我就要我係乜嘢要去控制得好啲咧？瞓覺要瞓得好啲，一定要早睡早起，同埋我哋成日講嘅叫做壓力管理。OK， 壓力管理而家喺現今嘅社會係非常之重要嘅。無論你係二十歲又好，四十歲又好，六十歲又好，壓力管理得唔好咧，你係好難去改變個身形嘅。因為你個壓力管理得唔好咧，係影響你嘅意志力啦，或者你嘅心態啦。如果你成日個人都係負面嘅話咧，你係好難去減少咗你嘅脂肪嘅咁樣咯，原來咁樣，係啊，係非常之緊要嘅，因為如果瞓覺瞓得唔好嘅話咧，你個人成日都好燥底啦，其實係好難去訓練嘅喎，原來同埋好難去令到個身肌肉啊去生長嘅喎，就係咁樣咯。咁所以壓力管理咧係我哋作為教練嘅要去控。幫嗰啲學員去控制、去調節嘅，係咁亦都可能係即係可能每個人嗰個情況都會有唔同嘅，冇有即係都要了解先得。冇錯，因為我哋做教練咧，唔係淨係寫 program， 唔係淨係逼佢做，其實都係一個壓力嘅管理者，即係好似一個counselor， 即係心理輔導員咁樣咯，有少少即係要大家要了解多啲，你了解佢多啲，係咯係咯，係啊。咁但係頭先 Kenneth 你講咗，即係簡單，譬如上半身需要注意㗎啦。咁如果譬如話下半身咧，啊好多時我哋話啊，我哋想嗰個腿部靚啲或者收長啲嘅時候，有冇方法㗎咧？因為人哋好多時話健美啊，會唔會只腳好粗㗎咁樣啊？其實咧，我哋可以分開，譬如我哋做腳啦，我哋可以一個星期分做三次去訓練啦。有一次咧，譬如第 day one。我哋第一日訓練咧，我哋可以做重少少啦，譬如可能係五下啦。
day two 可以係做十下啦、day three 可能係做二十下啦，咁樣咁啊都係 keep 住節奏去訓練嘅。咁變咗有三個唔同嘅訓練計劃去訓練你嘅下身，其實個效果出嚟咧係非常之好嘅，尤其是女性。OK， 因為女性咧佢嘅重量咧，佢一定要去比較弱啲嘅嘛，咁所以佢一定要訓練佢嘅重量訓練，一定要嘅。多下數嘅訓練亦都需要，因為女性咧可以去捱得辛苦多啲喎。係㗎，係啊，原來佢要可能男仔做十下，即係承受到。女仔要做二十下，佢先感覺到啊嗰啲我哋叫乳酸先出嚟嘅喎，就係咁樣咯。OK， 咁所以都幾得意喎，即係男同女之間又唔同啦，少少分別。係啦，咁但係譬如話講到建立肌肉方面咧，其實女士係咪比男士困難好多嘅咧？冇錯，因為女性嘅男性荷爾蒙係比較低啲嘅，男性荷爾蒙 suppose 係會高啲嘅嘛，係咪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女性更加要做我哋叫力量訓練啦，係力量訓練，即係譬如係小下數嘅五至六下嘅訓練係非常之重要嘅，除咗一般嘅多下數嘅訓練，因為我哋訓練咧包括有兩樣嘢嘅，一種就係力量訓練，小下數嘅，一個就係多下數嘅，咁我哋兩個互相去組合埋一齊咧，咁佢個訓練就完美啊。OK， 咁所以即係喺呢一個健美嘅背後咧，都好多學問喎，我覺得。冇錯，係啊。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如果有啲朋友話：哎呀，唔得喎，我好心急喎，我嚟緊有個活動咧，我需要著一件好靚嘅衫啊，咁樣去表現自己嘅體態啊，有冇啲快即係速成班嘅咧？第一樣嘢，第一樣嘢喺改變咗飲食先。OK， 我哋會 suggest 作為教練啦，最快咧就係減低碳水化合物的攝取量，盡量減到最低，只是以菜為主，粥、粉、飯、麵完全全部戒曬，戒曬去，可能是講緊四個星期啫，係啦，唔係一直以嚟，唔係以後都係四個禮拜，咁你就減得好快，同埋控制翻你嘅卡路里嘅攝取量。譬如女性嘅話，譬如好似你咁樣 Mary 咁樣，咁樣大概是1200個卡路里到啦，連續四個禮拜，咁其實你會減得好快嘅。哦，係啊。哦，咁即係留意住啲卡路里嘅攝取量，咁當然如果消耗到就更加好啦。係啦，冇錯。OK， 飲食方面需要注意。嗯，咁即係除咗即係呢個就係最快嘅方法啦。最快㗎啦。咁但係咧，嗱呢啲坊間即係或者好多朋友都會有個擔心，嚇我咁極速咁樣去減咗一啲嘅磅數或者健身，喂會唔會反彈㗎 ？OK 。就算我而家，OK， 我都係人嚟噶嘛。我如果我而家唔做運動，飲食冇控制，我都會變肥嘅喎。OK， 因為我嘅卡路里嘅攝取量多過我所需要，係啦，咁我就會肥嘅咯。OK， 做運動 ，OK， 有啲人話做運動就可以減到肥，唔係嘅，一定要飲食計劃去配合翻，佢先有減肥個效果出現嘅。咁兩者互相配合啦。仲有第三樣嘢就係頭先我所講嘅休息，休息得唔好，啲肌肉就唔會生長出嚟，就唔會去修補。咁變咗咧，你都冇效果喎。咁三者夾埋一齊咧，你就一個最理想嘅效果啦，即係飲食、運動同埋加埋生活習慣，冇錯嚇，八小時嘅睡眠足夠啦，係嘛？最好啦，最好最理想，係最理想。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即係 keep 住去做嘅話，就係一個美麗嘅身形咁樣啦嚇。係啦，咁但係即係通常咧，做教練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大家都有不同嘅要求嚇，或者有不同嘅唔同嘅個案啊，想要快啲健美啊，定係慢啲啊咁樣。咁但係最常問嘅問題係咩咧？最常問嘅問題咧就係話我只是想減手臂，或者只是減個肚腩。肚腩係啊，其實是冇得咁樣嘅，係唔可能嘅，即係唔可以局部做的。冇得局部做嘅，係啊，一定要全身，係全身去做嘅，因為你減卡路里嘅話，OK， 其實你全身都會瘦曬㗎啦。OK， 全因為啲脂肪嚟㗎嘛，肥嗰啲脂肪嚟嘛，我哋減嗰啲脂肪嚟嘅，咁變咗咧，我哋全身去減，冇得話局部減，我淨係減個 hip， 淨係減條腰就冇嘅，就咁樣咯。咁即係一個全身嘅訓練計劃嚟。全身訓練計劃嚟嘅。係啦，你要靚就靚全身，就唔係淨係靚一個部位。係冇錯，咁都啱嘅，因為你身體健康唔係淨係話某部分健康㗎嘛，冇錯冇錯，你都係想成個人健康㗎，係咪嚇？咁所以咧，大家咧可以 keep 住有一啲運動上面啊，或者飲食方面嘅配合啦。最緊要好似 Kenneth 咁講，早睡早起，有一個咧比較係正常啲嘅一個生活作息嘅時間啦。冇錯，咁啊可以咧對於個肌肉嚟講咧都有個休息同埋建造咧都係好好嘅。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咁轉頭翻嚟咧繼續同我哋嘅嘉賓阿 Kenneth 傾偈。
好啊，咁啊都好開心嚇，咁啊傾咗兩部分咧，同我哋今日嘅嘉賓咧都係講關於點樣可以保持身體健康啦，或者係身形健美啦咁。咁我哋繼續同呢位嘅天然健美教練阿 Kenneth 傾偈嘅。咁 Kenneth 咧有好多嘅資訊都可以分享啦。咁你自己參加嘅比賽有好多啦，無論以前喺香港又好，或者嚟到加拿大呢一度都好啦。咁其實每一次嘅比賽，你需要點樣去準備自己呢？準備自己第一樣嘢就係心理準備。OK， 定下目標之後，一個可行嘅目標之後咧，就要去調節自己心理啦。我要知部分做啲乜嘢，嗰部分做啲乜嘢，要自己要預備去辛苦嘅，要係艱苦嘅，要唔好問點解係我？點解我冇得食呢啲嘢？點解我要每一日起身？要去做訓練，有時可能一日訓練兩節嘅喎，咁心理預備好咧，你就開始向住呢個目標進發啦。因為我哋成日講嘅 motivation 其實係唔係好 work 嘅喎，你唔可能話咗今日我冇乜motivation 啊，我就唔 train， 其實唔可能係咁樣嘅，一定要有一個 discipline，一個紀律性嘅運動員嘅生命力，咁咧你就可以向住你目標進發同埋達到成功咯，就係咁。依個係我嘅座右銘嚟嘅，係一個個人嘅紀律。係咁嗱，譬如話去參加比賽啦嚇，唔同類型嘅比賽都好啦。有陣時可以睇下以往人哋參加嘅時候一啲嘅經驗啊，或者有冇啲即係可以參考嘅地方啊咁樣。咁但係譬如話呢一類健美嘅比賽或者係舉重嘅比賽，你又會唔會做呢啲功夫嘅咧？需唔需要嘅？我係成日都去睇人哋嗰啲過往嘅比賽啦，或者世界冠軍嘅舉重嘅運動員比賽啦。看下佢嘅技術係點樣，食嘅嘢係點樣，咁我完全去做好多資料搜集，去令到佢即係將最好嘅嘢擺曬落我嘅訓練計劃裏邊，去睇下邊樣嘢係啱我、適合我嘅，我就運用在自己身上邊，咁樣去做啦，就係咁樣啦。咁因為咧，我知道 Kenneth 參加嘅比賽咧，好多都係啲世界性嘅比賽啦。其實都同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朋友一起在同一個組別裏邊嚇。咁但係我哋成日都有朋友講話啊，亞洲人咧可能個體型咧係比較個骨架冇咁大啦，或者個身高冇咁高啦，對比起上嚟嘅時候，咁喺比賽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優處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唔著數嘅地方咁樣咧？所以咧就因為呢個原因，我就揀咗自然健美去參加啦。OK， 因為咧係啊，因為咧骨架咧係唔需要太大，因為健美即係天然健美咧，係我哋係唔用任何藥物去做噶嘛。咁變咗我哋嗰個體重咧，可能係減到去150幾至160幾磅嘅啫。以我嘅 size， 以我嘅高度，咁唔係重喎。係啊，如果高過我嗰啲咧，可能會重多少少，可能多5磅至10磅嘅啫。因為我哋嘅脂肪係要減到好低好低好低。OK， 咁樣去參加咯，咁樣咁調翻轉舉重咧，我就參加81公斤級別嘅，咁對於我嚟講係非常之好嘅，我又唔會減低我嘅力量啦，同埋我又唔需要減到好多嘅脂肪啦，咁樣其實我嘅力量訓練咧都係幫助我，同一時間幫助我健美訓練嘅喎，係啦，咁樣啦，佢互相去補充嘅。哦，咁即係所以喺參加比賽嘅時候都要研究一下究竟邊一啲比賽係適合自己嘅，冇錯，係咪？係啊。咁所以喺參加比賽的過程裏邊咧，你就同好多唔同嘅朋友去競爭啦，咁都得到好多嘅冠軍嘅獎牌啦。咁但我見到咧，我哋其實擺咗好耐呢兩把劍嚇，咁呢個又係一個咩嘅即係象徵咧？都係獎品啦，定係點樣嘅咧？係啦，嗱，呢兩把劍咧就係、是、職業賽資格嘅運動員咧先可以坐攞得到嘅，咁啊變咗每一個運動員咧，或者健美運動員咧，佢哋嘅夢想咧就係得到依把劍。咁我就喺5月份參加嘅健美比賽咧，就同一時間攞咗兩把劍喎，兩個唔同嘅職業賽資格，一個就係 Man Physique 啦，同埋另一個就係 Body Building 嘅，就係咁樣啦，同埋四面嘅金牌。哇！呢啲就是最新嘅一啲嘅獎牌啦，同埋獎品係啦。咁但係要攞著有獎牌先至可以攞呢一個啊，定係要冠軍先？要冠軍先有，要冠軍先有一個職業賽資格嘅。係係係。咁呢個劍就一定要亦都要有翻咁上下成績先得嘅。冇錯啦。哇！都犀利喎。咁你會點樣收藏你自己嘅獎牌或者呢啲嘅獎勵品咧？我就擺喺屋企嘅書架啦。係啊，咁樣。係啊，鼓勵一下自己，提醒一下自己都啱嘅，係啊。咁嗱，我知道而家好多嘅朋友咧，大部分都市人都係坐嘅時間係比較多嘅，尤其是可能而家小朋友就更加添啦嚇。對住平板電腦啊，或者係功課啊，好多時都係坐喺度做啦咁樣啦。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多啲嘅活動咧？即係有啲咩可以刺激佢哋咧？4個字：保持活躍。
保持活躍是非常之重要的，無論是小朋友也好，成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保持活躍是非常之重要的。你見唔見到我們現在戴著這些錶？你也有這些錶，就每天大概告訴自己運動量多少，運動量多少，走多少個 steps， 多少步。譬如我們設了走一萬步的，每天就要去達到一萬步咯。如果你自己得啊得六千喎，仲爭四千，咁你去喺街上面行多幾個圈咯，或者喺跑步機行多幾步咯，咁樣咯。OK， 咁呢個就活躍啦。咁但係始終即係人都有惰性，你都有講啦。可能我今日唔係好係狀態喎，不如今日唔行啦，唔做啦咁樣。咁我相信即係唔同年紀都有啦嚇。咁但係點樣可以多啲嘅推動力咧？由家長開始，如果你想個小朋友保持活躍嘅話。做家長、做父母的就一定要以身作則去做咗先，就千祈唔好諗住我坐喺度sofa 嗰度啦，小朋友你去做得啦，我就坐喺度啦咁樣。咁最好嘅例子咧就係我同我嘅孩子啦咁樣，咁我就一邊去做一個巴西柔術嘅，佢就喺小朋友嗰邊去玩，我就喺大人嗰邊去訓練，咁一齊喺同一時間、同一個地點一齊去訓練，咁可以鼓勵小朋友去做運動咯。咁但係譬如話小朋友做運動有陣時候可能都係覺得都係家長逼我嘅，我都係中意打機多啲喎咁樣。咁你點樣會可以保持到佢有呢個恆心呢？我覺得打機係 OK 嘅，係可以嘅，但係同一時間你要做咗運動先。係啦，你要去賺取翻嚟嘅打機嘅時間。係啦。冇錯，咁即係做翻啲運動，咁然之後好啦，咁而家可以俾你打一陣機啦，咁樣平衡翻啊。咁但係小朋友喺飲食方面係咪都好似頭先你咁講，同大人一樣係需要留意一啲攝取量嘅咧？我諗小朋友而家現代嘅小朋友咧，就要去控制翻糖分嘅攝取量啦。就算牛奶都係喎，牛奶都好多糖分嘅喎。咁如果你飲咗糖，飲咗好多牛奶就攝取咗好多糖分嘅話咧，你其他糖分就要減翻低少少啦。咁如果唔係，好容易又會變咗肥胖嘅情況出現啦。係啊，要多啲留意。即係其實好多時候，如果咁樣飲食啊或者運動方面咧，家長嗰個嘅主動性都好重要嘅，必須嘅。咁你平時同小朋友同你嘅小朋友啦嚇，咁一個禮拜會做幾多次運動？大概係三至四。因為我哋會放咗學咧，我都會喺學校出邊嘅公園繼續去玩嘅，就係咁樣保持活躍。咁但係佢見到你參加咁多嘅比賽，又練到身形咁 fit 嘅時候，其實佢會唔會都話將來我都好似好想爹哋咁樣樣喎？呢樣嘢就佢自己決定，因為我每一次健美比賽咧，我小朋友都嚟一齊去做觀眾嘅，都睇住我一齊比賽，一齊去贏呢啲獎牌嘅。咁我諗都會影響到佢嘅少少都係啊。咁你訓練嘅對象？當中當然不同的年紀都有啦，我知道 Kenneth 咧亦都嘗試，唔一定係話要親身面對面，有陣時可能係一啲 online 即係線上嘅訓練嘅。但係我哋傳統啲啦嚇，即係個感覺就係、健身教練一定要成日喺我隔離先得，要指導我個動作啱唔啱啊，呼吸啱唔啱啊咁樣樣。咁但係喺網上面或者 online 點樣做法咧？係啦，咁譬如如果你喺香港嘅話，我喺温哥華咁樣咧，我就會send 個 program 俾你。OK， 跟住你就跟住我個 program 去做啦，根據你自己嘅時間去做啦，譬如今日忙啲，朝頭早訓練啦，或者晏晝訓練又得，夜晚訓練又得，咁變咗咩時間都可以好自由、好彈性嘅。做完之後話翻俾我聽，你做咗乜嘢 ，OK 幾多下數、幾多重量，跟住影咗啲訓練嘅短片俾我睇翻，咁我就會去改正翻你嘅技術，即係譬如動作啱唔啱啊，冇錯啦，咁樣同埋控制翻你嘅飲食計劃啦，咁睇下你食得足唔足夠嘅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質啦，同埋脂肪嘅，咁我都會去檢查嘅，每一日都就係咁樣啦，去管理嘅。O、okay, K， 即係就算唔係話面對面咁樣見到都好，都可以記錄低所有嘅嘢。冇錯啦，因為而家嘅科技實在係太方便啦，係啦，咁啊變咗我哋可以用呢啲媒體啦去管理嘅。冇錯，拍一段片都好簡單嚟嘅。冇錯。係啦，咁所以喺個指導方面咧，呢個就唔受呢個地域嘅限制啦，冇限制嘅，相當之好啊嚇。咁但係譬如話好多時運動咧，我哋都係會擔心咧係受傷嘅。咁有冇啲咩地方我哋係會需要注意嘅咧？所以咧，我哋頭先講嘅技術，同埋你嘅姿勢，同埋你嘅節奏係非常之重要嘅。你做幾重？下一步，但係一開始頭嗰可能係講緊8個星期，你都係學緊點樣去做，譬如蛙船嘅動作啦、
推舉的動作呢，你一定要是很仔細地去做，做好了然後先加重量都未遲，所以一步一步來的訓練。但是呼吸呢？呼吸呢我就遲一些先說，因為呢，這些比較再深層一點去做，即是不是要習慣了你做那個姿勢先？是的，或者我可以示範一下的，譬如我會 hold 住我的腹肌，我用我的鼻去呼吸，譬如上落都是的，即是上就吸 hold 住 hold 住，其實我沒有 hold 住膽氣的，我是不停地用個鼻 in and out 去的呼吸，不斷地去做的，但是我是 hold 住我的腹肌去做的，是的，就不是上嚟就吸，落嚟就呼，就唔係咁樣嘅。Okay. 實際上唔係咁樣嘅，係啊。咁呢個就更，我覺得係仲要鍛鍊另外一方面嘅鍛鍊。呢、這個可能係其次啲㗎啦，係啊。咁呢個係慢慢再高階啲嘅訓練嚟㗎啦。冇錯，係啊。咁不過我覺得咧，即係去做健身或者健美，甚至乎普通嘅一啲嘅運動都好啦，都係對身心健康嘅。咁大家咧不妨咧就係可以撥多啲時間出嚟喺你嘅工作之餘，或者喺你日常生活嘅程序當中咧，做少少嘅運動，可以強健一下你自己的身體啦。咁今日咧多謝曬 Kenneth 同我哋分享啦，我希望咧有機會嘅話再多啲同你請教一下呢一方面先。好，我相信大家都會想自己嘅身形靚啲嘅。多謝曬 Kenneth。Thank you.